心啊，都是自己的 idol 或者是一些明星。那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 idol 或者明星也是有理想型的，而且呢，有些人的理想型还特别的重口味。所以呢，本期节目咱们就来盘点一下明星和 idol 有哪些理想型。理想型吗？我喜欢阳光的、可爱的、爱笑的，是爱笑的。其实真的没有理想型，合适的话就来呗，什么都可以啊我。我比较喜欢心灵美的女孩子。为什么我不是一个颜控？就是因为你再好看，可能还是跟我差一点。你白，身高1.65米到1.7米，你要孝顺，然后眼睛要大，身材要好。这就是我的理想型吧。的内在，对于我来说，看外表，看外表。不用保护他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换羊拨出去。朋友和老婆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找的那个女朋友不以她为老婆为目的找。啊！保护我，保护我！我刚刚接了那句话，保护我。今晚太精彩了。被美貌吸引了，然后你真的要跟他步入婚姻，还是因为内在？还是要想他的内在？对，能不能跟你相处一辈子？所以他可以用影视剧里面的人物角色，动漫都行啊，这样看动漫。日向雏田。哦，雏田。哦，雏田真的是能够让每一个男生心动。那就是永远就是男主角在前面战斗的时候，他们永远躲在书后面，然后这样偷偷。那他会表达、那他会表达自己的爱意吗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外面就很多啊。很多啊，你没看到很多那种默默的、就可以这么说，当全世界跟这个人为敌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。本来挺热的，听到这个我穿个衣服。这个易博老师，你就是你，如果是这个女孩子，你喜欢这种短头发型的这种，还是长头发的？哦，对，你喜欢哪一型的？对，啊，我们不逼你，但是你可以说你喜欢御姐还是萝莉姐，还是有什么姐有什么姐？御姐、萝莉、少女、女王、女女。少女或者是御姐吧，少女或御姐。就现在现阶段比较喜欢比自己大的，比自己大的。哇，想出来了，姐姐们有希望了。对体型上有要求吗？比较喜欢偏瘦的。偏瘦的。告辞。理想型的女生是什么样的？理想型的女生，长发及腰，善良。这么简单？没太大的要求吧，其实合眼缘就行了。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喜欢什么类型女生？我喜欢傻一点，傻一点。看着我干嘛？问你呢？理想型是啥？说，乖一点就好，乖一点就好。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、会有点坏、会有些小脾气，希望我的理想型能乖一些，可以管住我。大木叉，我乖。杰哥，到你了，坏一点就好。你是太乖了吗？我还可以啊，我觉得该乖的时候乖一点，该坏的时候坏一点，多姿多彩。Come on, bro 。哎，加油！男人的心思你别猜嘛。最近想过交女朋友吗？咱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先把这个问题回答了，有没有？什么？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喜欢就比较开朗活泼一些啊。这是你的标准理想的型吗？就是可能是吧。啊，这对外形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。我的理想型就是长头发、大眼啊，必须有性格好、善良，这是肯定的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再加一条长头发；如果在长头发基础上你再加一条，眼睛大一点，漂亮一点；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加一条，就好看一点，是吧？我觉得有再加一条，就身材好一点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是无止境。还有就是需要，还有就是，大家都激动了啊！漂亮的，漂亮。除此之外呢？就是漂亮的呀。刚讲到这个，对不起，就是你比如说啊，漂亮是首要，但比如说我看一个女生。我没有看到她的正脸，但我看见她有一头漂亮的长发。哎，年上还是年下？年上。长发还是短发？随便。刘海还是大光明？光明。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平感觉。大胸还是平胸？有就行。17米还是160？160。素颜还是
还是淡妆？素颜。抖 S 还是抖 M？ 我觉得忽略不要。掌心红唇还是裸唇？是唇就行。我觉得萌妹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活泼一些。哎 ，Q 的好，这个，哎，姐姐，我们要加入微信啊 ！Q 的好 ，Q 的好。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？就说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还是那个大的条件，还是就是温婉居家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不卑不亢吧。两个都要，不要一个玩游戏的女朋友是什么？长发还是短发？长发。年上还是年下？年下。你最近对自己的择偶标准，还是像原来一样必须会玩游戏吗？对啊。那需要会做饭吗？不需要。你如果会附加一个做饭的技能的话，你肯定是可以涨一些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给我们的视频点赞、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哟。如果想关注更多的豆果日常，请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。豆豆主播，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